今天要染的 color 是 marshmallow brown， 也是我之前染过的，所以我先把它的 chemical 全部掺在一起，然后就开始吧。变妆了，我们开始吧。戴着这个可以幻想自己是医生。全部头发都沾到了过后呢，就等20到30分钟就可以洗掉了。那么我们等下见吧。不能。Hello， 我冲好凉了，然后现在我要吹干我的头发，让你们看看我的发色。你们看，我的那个根部已经全部变 brown color 了。那我先吹头发咯。那么我吹头发吹到70%干就好了，然后就会用头发油。这个头发油呢，我用的还不错。如果你们有兴趣知道，我放链接在我的 description box 那里。它是油来的，很像。我很喜欢这个颜色，因为它不会太过浅色，也不会太过黄，所以你也可以去试试看哦。午安，所以现在已经是下午2点钟了。刚刚我已经去拿了盆菜，是等下要吃的。然后现在呢，我想要去买一件新衣，因为我刚才翻了我的衣橱，才发现没有一件新衣。因为 MCO 的关系都没有出街了，所以呢，我们就出发吧。噔噔，我们买到新衣了，开心吗？很开心，因为有新衣穿。Hello 啊，恭喜发财，身体健康，有工作，生意兴隆。比屋企变大啲。哇！开始上班，走，开始玩，收工，收工，收工。吃完了我们的团圆饭，所以呢，现在我们看看 Joshua 在做什么吧。
Oh, hi there. I guess you've just caught me cleaning for Chinese New Year. Well, let's just put this down and do something more fun. Come, come. More fun? Yes, let's unpack the food. The question is, how long do you think this will last? Enough of acting. Let's see. Most fun part of Chinese New Year. Yes, yes. If you enjoy watching this video, please don't forget to subscribe and like. So see you guys next time.